突不要做多。再一个动作呢，手，这还是练腰。这样做也可以。做个几十个，也可以做十个、八个，可以不要摊太多，摊脱了这个肩膀会受病。这个好处呢，我们这两个腿和这个骨质里边不会有疏松，不会有流失，没有骨质疏松症。我们这个五十肩也没有了。我们这个运动了半天了，这个体力费的不少了，我们就可以坐一下，恢复恢复精神，恢复恢复体力。我们这个坐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大盘两个脚在上边，有时候小盘，有时候变盘，这个呢叫小盘，变盘呢就是这样，都可以。手有时候这样做，有时候啊这样做，还有时候这样做。我们要把心静下来，来几十口气，慢慢吐吸吐吸，正常了以后好了。这是为了我们这个恢复刚才这个体力和精神，我们这个做法是这样的。我们把刚才运动这几个项目啊都说完了，最末后呢，我还有几句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这是根据这么些年的经验，饭勿吃太饱，觉要睡得好，运动每天做，营养不可少，尽量找快乐，切莫寻烦恼，赤子心常在，百年也不老，不做亏心事，人格比天高，为人不贪墨，子孙也逍遥。这是我这么些年的经验，我自己写了这么几句，请各位指教，做一个参考。好，谢谢各位。